我是技术的狂热爱好者和早期采用者，但有时我想知道，技术在我们生活中的无情整合，是否会削弱我们一些典型的人类能力，例如同情心和合作。克劳斯·施瓦布。在虚拟世界中，体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需要更多的努力和想象力，改变是不舒服的。我们也处于历史的转折点，我们发现我们的亲人分散在全球各地，隔离已变得司空见惯。我们可以选择在适应现实的同时继续梦想接近，一句善良的词需要努力和想象力。